我下午有先打开，可是就是只有看角色的技能。没事啊，这样很好啊，你可以教我玩。是也没有到教，好不好？毕竟还没有玩。带、啊、我，带我。没有新角色，我也不知道。等一下，那是猴子，防御力比较高哎、欸。真的？真的啊？欸、对，高哎、欸，100多哎、欸。115。他血才75呢，几乎都75啊。哦，对耶。对啊。什么？凭什么狗15？那对啊，狗是15。可是狗的盾只有55啊，超少。可是两只新角色感觉都没有办法，就是那个主技能好像都没办法狂丢的类型。嗯，因为他的天赋都好像没有弄什么增加次数，还是只有一个是回复的啦。啊，是像我看一下，分为反正两只新角两对，我觉得两只新角看起来都蛮强的。嗯，我还没准备吗？没有没有，我在看那个天赋了，对吧、啊？反正就是 DLC 有两只角色，一只是行者，一只是狸。嗯，猴子跟狐狸。对，猴子跟狐狸。就来吧。然后他有多四个新武器，你有看到？有，都跟瞄准有关的、欸。白痴、啊，白痴，白痴，白痴！可以中断的、欸，太好了吧？可以中断？没有，因为习惯用一去对话啊。可以的，他可以中断。等一下，我是太久没有玩，我觉得灵隐度不太对。灵敏，我也觉得有点滑、欸。对啊，好滑哦。鼠标灵敏度八，最好。千锤百、哦，我觉得他行者这只有一个很特别的技能是，他好像发动还是击中什么，他会使武器就是增加零食等级加二。哦，触发到就会加二的。对对对对，他是暂时加两个，我说哈，好像很复杂。灵气连接，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新的东西。我们的血量共享，血量共享，血量共享，为什么太狠了吧？是吗？我不知道啊。灵气没有灵气连接，好像是它武器会有特殊的，可以跟角色做搭配。不知道是搭配。我觉得，你不觉得它游戏声音好像有变空间感？对，可是。有种，我觉得有欸，很闷欸，很像在水里面射欸。对啊，变就闷闷的，有点不习惯欸。我等下调稍微大一点。我现在就要调了。后台。哦，空间混响啦。是哦。我看一下哦，保存。有吗？好像是那个欸。环境音、空间混响关闭。嗯，对，有比较好。有欸。嗯，先关掉好了，好不习惯。好好。哎、哦，没事。没有没事，你要说什么？好痛哦。对啊。忘记怎么标记哦 ，V， 好，没有我，可是我觉得他现在第一关的痛都不太准哦，也是啊，嗯，快点拔你的毛，我要看你的毛是怎样。我刚刚有丢了，他是打三下哎，我觉得技能没有起来，好像看不太出来，可是套索很痛。
他那个 Q 超痛，但一我现在看不出来是什么。在强化子领域。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新的道具，四不过三。那是怎样？你拿到第三个卷轴秘卷的时候，会送你一个诅咒秘卷，不能丢弃。哎、欸，我觉得，如果你拿得到那个，就是哎、欸，那个免疫诅咒跟那个诅咒越多加越痛那个啊。对对对对，那蛮强、欸。我看到了，用金箍咒去那个、喔。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的他的一是指向性的哎、欸，我刚毛没有丢到人，可是他进入 CD 了哎、欸，哎、欸，我觉得有点微妙哎、欸。啊，要看选看时间，对，天要看选看破魂。哦、好像是要点哦，没有一个能量上限中，强化火影输出，强化武器。我记得你那只的一好像是可以蓄力的吧？哦，对啊，它可以中断，太好了。哎、欸，会不会乱？哦，你刚刚有中断，我想说你怎么什么都没有丢出来？对啊，可以中断，这比较好，不好？哦，不是啊，你嗯。啊、不然你丢一下我看一下，我想说是吧，我看不出来。没有，那我丢了。好。哦，那我不是那个嘞，好像很缺哦、欸，小火球、欸、差很多哎、欸，就跟你没有蓄力，很像敌人丢的那种火球。对啊，他这只角色应该就是以悟空为原型啊。哦。哎、欸，好帅啊！你的啊、喔？对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他们调整那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听看队友的技能是没有声音的，看不太到、喔。哎、欸，是我看一下，他是不是没有？之前好像就会这样吧？看队友的技能，看得到啊。对，看得到，只是但是会没有音效。音效哦，好像没有。没事，那这个就只能自己玩的时候才会知道了。哎呦，腐蚀碎片。哇，绳索太痛了吧！2100耶，我是2200哎。哦哦哦！哦，我看到你的火球了。诅咒不要，不要。嗯，烂香。哎呦！哦、好帅啊！哎呦！啊，我这个武器应该要给你的。为什么？都是火的。哪一个啊？萤火。哎呦喂！对对对。哎、欸，不对，我两个武器刚好都火的。那我丢啊，你捡啊。人猛。什么意思？在行，回收。啊？太久没有玩。哦，这把不能卖啊！然后。回想一下操作，有一段时间没有玩了。对，还可以空中冲刺。对。喂。
哦，我看到你的 Q 了，就这个，就是小小颗的陨石。我现在用起来，我觉得这只的一好像比我想象中的弱哎。你的一是捆人的还是分身？一是分身，然后它分身就是你说它丢羽毛嘛，可是它丢羽毛是丢出去，如果有碰到敌人，它就会依照我的武器类型做出不一样的打击。嗯，然后它刚刚就只有打一下，有点烂。它好像是每个范围内的敌人都打一下吧。哦，不知道是要标记还是怎样。喂，哦，我看一下，我记得好像还要配合武器的类型，它会有不一样的 buff。好烂，而且我羽毛只要没丢到人，他就等于是白丢。这圈圈是什么意思？对啊，这圈圈是什么？不敢猜。这是敌人的效果呢。哎呦，丁香获得且。哦，丁香，我在后面呢、啊，我还想说丁香在哪里。啊！给你，全给你。哎、欸，冠日哎，要不要？都为什么魂都在我这啊？拜喽！哎呦！真的要拜喽！这是什么？哎、欸，新的哎、欸，新的武器。这是什么？孤光？哎、欸，拜喽！让我看一下嘛。等一下啊、哦。按哦，回收是长按 Z。这是什么？命中敌人生成一道自动攻击附近其他人的闪电哦。那什么？好吧。就是新的武器。我丢给你看。哎、欸，我过去了。好、哦，知道了吗？有，但是它不就是不对耶？它不就是电的苦？哎、欸，对，电的苦。哎、欸，怎样？什么意思？我不懂。啊，算了。哎、欸，好像不太适合拿这个武器在这里，因为它很像那个哎、欸，有一把叫什么烈哎、欸，那一把叫什么烈火吗？它不是把敌人爆头之后，它会获得特殊弹药，会按右键它会丢一个那种爆炸弹。嗯，这个是丢四只苦出去，一次丢四只，对。哦，对哦，你刚刚献过血哦。嗯，没错。啊，算了，全部打掉好了，这样钱比较多啦。嗯、没有哎、欸，这样不会有钱哎、欸。有吧？他们我记得上次试过了，没有钱。他们死掉不会掉钱吗？不会。哦，哎、欸，对。怪！嘿，我倒是觉得他的绑人蛮强的，啊，我有点看不出来他这是效果哎。哪一个啊？就是他那个，哎，我怎么丢啊？这样吗？这。哦哦哦哦，哎，
你按 tab， 然后画面底下中间有一个灵气连接，嗯，然后你点一下，哦，组合的哦，对，我天，哇塞，哦，这那他这样子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料嘞，对啊，爆裂弹药，好酷哦，哇，你怎么会发现这个？哎因为我想说，我刚刚给你看武器的时候，哦，没关系，你拿着玩看看，我觉得蛮有种微妙感。然后不对，给我，我会没子弹。你要火，你要火，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没子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到一个点之后来交流一下大家要的卷轴。听我，嗯。哦，哎，新的秘卷呢、欸？它叫理性消费，技能伤害增加 80%， 但在商人只能买一件商品，然后技能伤害降低 5%， 不可以丢弃。哦，买了一次哦，一次性的、啊。对，就是你商店只能就之后只能买一件物品，但是你的技能伤害增加 80%。哇，拿了啦。我拿了吗？拆掉啊！没有，因为我是三个三选一啊。嗯、不可丢弃。我觉得不可丢弃这个技能会有点伤了、啊，但是如果他的 debuff 是只能买一件的话，你丢掉就好像 debuff 就不，他应该要做诅咒卷轴啊。反正后面有那个啊，拆掉个卷轴。哦，对啦。我丢丢看，你给你丢。他怎么触发那个啊？你要暴击打头吗、啊？对对对，就是打头之后，他右边就会有那个。哦，有了哎。然后你就可以用右键丢。可是我觉得很烂哎，我感觉没，就是没有、欸、没有影片看。有吗？他就是好像有东西会射出去，在原地那边。哦，我没有注意到哎、欸。好，等一下等一下，等这次打完，我给你看。好。他不是就丢四只还是五只飞刀而已？你看、喔、我丢地上、喔。好。哎、欸，要打到东西哦、喔。好吧，那应该是要打到东西。反正这种武器新的东西就慢慢再研究就好了。哎、欸，新的哦。每次暴击获得十点能量，获得能量有三十吗？怎么啦？我拿到新武器，好酷啊！我看看我没有，我没有。它叫织云，你让你拿起来在旁边地上，你拿起来看一下。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效果，但它放在手上很帅哎。林真以奇，按哪里？按右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手上转看起来很帅而已。他好像是要有敌人才能用，就是像那个彩虹的那个效果。哦。哎、欸，换你。好酷哦！越来越多炫炮的给吸了呢。那我来继续玩。好酷哦！发射五枚可控的灵针。哦，那个秘卷是，我们先下次有遇到再看好了。嗯，他是说多买一个扣5%哦，那个卷轴的效果。哦。哦哦哦，哈、啊。啊！哦哦哦！啊！以为搞懂了啊？哎、欸、啊！对对，以为懂了，就对，还是不懂。没有没有没有，哦，好像很厉害，但哦，你玩一次就知道了，我丢给你。
一定要靠近敌人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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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怎么丢？你玩一次就知道，好有趣哦，很潮哎、欸！我帮你拿着手套。好，要不然怎么射？很潮哎、欸！你就先让它启用，然后你等一下有敌人就知道了。啊！是不是？哎、欸，好爽啊、哦！很爽哎、欸！在前面用就是啊，很爽哎、欸，啊，很有趣哎、欸。很强哎、欸，哎、欸，你就不要回来啊！我还你。可是他应该是有消耗什么吧？我不知道。但是哈，难怪你会哈。哎、欸哦，有啦，我也拿到了。哦、不是啦，白痴哦，浮光。哦哦哦。哎、欸、呦，很强哎、欸。可以召唤回来，好有趣哦！这武器有点太强了吧？我要被nerf服了，应该是要被nerf服的。哎，有商店，有商店，有商店。还有敌人吗？没了。哦，新武器，新武器！哎、啊，你怎么都有？我不知道。屏障能量不足。哦哦，那你要玩？嗯，你要玩真还是这把枪？新枪？哦，给你选一个。拿枪就好了、啊。因为两个都是氢弹呐。拿枪，两个都是标准弹，所以它可以屏障能量不足哦。它好像是你发射它就有那个能量，然后你再按右键。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很潮哎、欸。好，走，我猜一下武器。不是啊，这是新的给息啊，所以看不懂啊。对对对对，要研究一下。嗯。我觉得。偏作坏、欸，因为他这个铃声根本就没有后坐力或是什么。哦，往那打你！哎、欸，弹药不足，为什么？你怎么铃声没了吗？他好像是就是铃声飞出去之后可以戳40下。然后40下没有之后就要再重新丢一次。喂。哦。但我觉得他回收重新丢出去的动作做得有点奇怪，他只是挥一下手那种，就有两把狂杀哎、欸，哦，炎魔传说啦，这里有一把火，对啊，他的就是打完精英怪会必掉一个啊，哦，我记得是这个被动，哦。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连接的。对耶。对啊。
天冷之躯。哦，哎，它连接是连武器都要绑的。啊，它是哦，轻型冲锋枪那种的哦，看到。对，我是冲锋枪。好。我天哪、啊！哎，你拿到最下面有一个厄运扩散，我看到哎、欸，三个足够选择。敌人造成的伤害减少，受伤增加。哎，可是它是好的哎、欸，我以为它会是有一个更强的负面效果，没有哎、欸。哦，真的哎、欸。有观众有讲说，就是有连接的，它会直接显示在秘卷的右边，就是你这边选的时候，秘卷的右边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你这个箱子打开在外面这边看的时候，然后看完了，好，懂你意思，我应该会。是不是会把我自己玩死？哇，新游戏耶！那我都没在用技能呢。不是也太 OP 了啦，这个。这个铃声可以直接穿盾呢、欸！哦，嘿，然后又要变成。投射物的 meta 了吗？变枪火重生就是叫什么苦无重生了。苦无重生，跟那个啊，那个，哎、欸，那个叫什么？如律令。可是其实还好，因为如律令后来遇到那个灵蛇就跟废物一样。哦，对啊，完全没办法打。生命持续猛击伤害增加，没有哦，对，没有隐藏法。好，个好快啊！对啊，不知不觉。我也有支援了啊！对啊。直接强化他了吧直接强化他吗？可是他没有双子呢来吧，等一下我对，我现在双剑可以刷新两次哦，对吧、啊、我都忘了，我刚上一关只有刷新一次，嗯，六那你先讲好了，我不强化。那子弹，走吧，走。支援，欸，是他哦，哦，对啊。怎么打？不是怎么打？哎，射得出去吗？哎、欸，干，不是。你。没有，你先左键让它启动。有了。对。可是我觉得它在操作上有点这种微妙的感觉。我有用吗？我到底有没有丢出去了？有色吗？啊，有哎、欸，有。好的，要习惯一下哎、欸。就是你滑鼠还是要指到、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变成是，它是一个没有后坐力的武器。哎哎哎哎哎哎，没事没事。好，哎、欸，好舒服哦。我觉得少了一点打击感。丢你！丢你！哎丢你！不是我，不是我。丢我丢我狂丢！哦、我们现在，哎、欸，我们现在的关卡是轮回轮回而已啦，所以对、啊，也没有到太难。对，我们在试水温。Yep， 技能什么？哦，等一下，有蜥蜴耶。嗯，我刚拆了哎、欸。我在，那我就拆掉了。再见，蜥蜴再见。强化饮食输出，精灵城，好像不用。拆，拆。哦，帅，怎么那么帅？你是看到猴子吗？猴子。很秋欸，可是那把武器名就超大把，哪有那么小？哎呦啊哎，摇头。深度觉醒是不是很好啊？就是精觉可以刷新一次。对，就是你可以比较容易拿到你想要的。但我铁匠传人欸，是要技能有七十五八特种伤害，二十五八特种伤害。好。嗯。哦，我要拿觉醒、啊、看一下，对，可是深度觉醒是里面最贵的，120，对啊，啊，马斯，没事，看不出来还有什么电，哦哦，有，他小，啊，妖气，哦，这变的是可以关的啦。就之前有时候玩困难难度，它会出现比较强的敌人啊，然后它现在是变成可以关掉的方式。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有没有打到、啊、我的技能？我的技能看不出来耶、欸。没啦，不要啦！是龙卷风还没结束啊？对，这不会结束啊！没有，会吧？是怪没有打完。哦，哎，这我还是记得的。闪电的纷飞，来。嗯，我觉得这个织云大筒子好像有这么一点不方便呢。打什么？筒子？打在地上的罐子啊什么，好像有点麻烦。就是我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是骑，就是会不会去打的状态。哎、欸，有！哎、欸，我也拿到新枪了。哦，有几个？
命中队友后什么意思？哦哦，你可以给我盾。哦，它是短时间吗？还是你是一直按？命中队友后，我现在看那个啊，护盾成功抵挡伤害，再会开心爆，会获得爆。哦。啊啊啊啊啊啊！我要往生了，我要往生了！感谢你。微妙，对，就是我觉得他的铃声在操作上有一点，有些时候会感觉他卡卡的，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搞懂他的领针的操作。啊！我被龙龙捡到了，我不能射尸体啊！哦、不行，我要远端复活吗？你盾还在，你没了。没了没了没了，两啊！我觉得盾有点微妙，金香啊，给你钱给你钱，啊，给你血给你血，给我钱。啊，有了有了有了。哦，我有雷叉啊。等一下，哦哦，支云配触发的词，对，应该会很强。可是球类的好像不会在标准弹吧？什么球类？就是那种触发电球啊什么的，应该是电球、火球，应该是不会在标准弹的武器上吧？哦。哦、好像没有、欸，应该只对啊，应该是不，不然他蓝色的，对啊，不然他扫一下就会有哭啊。我给你盾了、啊，你有给我？你走前面来，我给你盾。来、哎、不是，他是只能挡一下，是不是？没有，还有啊，哎呦。啊！哦不，你掉下去了。没有，给你盾，我给你盾。啊，要跑这么远哦？下来吧、哦。我觉得他这个有点过分呢。之前底下是有火的吗？没有，觉得是因为噩梦呢。来，给你盾，给你盾。给你盾。还是我们就没盾就大叫对方。好啊，我没拉低了。你是飞下去的部分。我还有吗？我现在有盾吗？有有。怎么看不出来？可我看你有哎、欸。哦好。不，他子弹其实没这么多呢。哎呦喂！算了，你过，我过吗？哦，我等一下看是什么卷轴，我再拿给你啊。
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变难？我觉得应该可以开自己一枪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你还行吗？我出去了，我出去了。哦，你出去了，好好好，不行了，不行了。这里出去的位置是，我还要再跳一次。等一下，我走到挑战了。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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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了烧一下。不是，他之前不会连这种回头路有火，奇怪。来来来，我有你需要的东西。你怎么需要？那我元素的给你好了。等一下，你要什么的、啊？我要什么？我看一下。我现在还没有到两个以上的，好像没差。都是单个单个，冲锋枪，对、啊，好像没差哦啊，就是他应该还凑不起来的啦。好像开启时强化攻击，哦。吓死我！好难用哦，好奇怪啊！我要放弃那个雷叉了，我受不了了。哦。他支援他没子弹就会回到手上这样，但是他回到手上，他不是马上补充好，所以你要等他一下，然后再丢，差不多就是这样吧。换一下。奇妙，这个，我觉得这个金箍棒用起来有种微妙的感觉，我感受不出它的强度呢。才二走，哎哎，应该还行吧？这个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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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恐怖的火，就还好。对啦，你看一开始我们那边不是有看那个吗？角色的移动速度。嗯，对啊，我那时候觉得说角色一定有移动速度这个东西在啊。哎呦啊！快下来！我觉得最好过的这种还是那个老鹰哦。对啊，老鹰最过分，我们直接丢一下技能就好了。噔噔。你说右下角哪里？没有，他的技能的卷轴的右边哦。
对对对对，捕捉到了。对，被命中或伤害后，武器和技能伤害提升40啊，多好。哦，近视哦，感觉不是，哎，不是，这样就坏掉了吧？这个要如果错出来，哪一个很恐怖哎、欸，哪一个？那个，它有一个叫什么超载保护，很像哦，看到了。就是弹夹回空的时候按住人可继续射击，而且它是会回复血量诶。对，哇，必选。哎、欸，那我只要去买一把冲锋枪，我好像就完成了、欸。你要冲锋枪啊？没有，旁边有商店啊，我看一下。哦，你完成了、哦。好像可以耶，可是他冲锋枪是哪一种？这个算冲锋枪吗？顶级军火，哦，这是步枪。冲锋枪是什么啊？那个吧，电的那个啊，会射出电的那个吗？然后自动回的那种吗？哦。哦，我对吧、啊？好可能，我们等一下找看看好了。嗯，对，没有，我觉得没有。喂。不是、欸，他这个针不会去找筒子哎、欸，不会去打罐子呢、欸。我觉得猴子目前的技能用起来不强哎、欸。啊，一的部分有点。感受不到它的用处。哎呦！小。哎呦，好痛！戳一下，戳一下！啊！他直接闪在枪，对，他直接真快点，我的天哪、啊！啊，没事没事。我刚，你知道我刚刚已经靠近到，我已经看到他的枪管的时候，我想说完了。我太近了，太近了，这几个家伙。哎呦呦呦！哦哦，你怎么觉得包子回的血很少？哎，是我的错觉吗？还有一只，哇！下一波来了，在头上，头上哦！啊，闪电枪，小心闪电枪！
欸，你后面，太多了啦！哎呦，哦，你有两个属性的，有了、啊，没有就那个啊，无欲令啊，太好用的东西。人属律令真的是做坏欸，还有自瞄，然后还属性任意切换。灰飞烟灭。嗯。哦，这个。这个资源还是加二而已、啊、我等一下再换掉。对吧？二，离不开了。嗯，对吧？资源。对。可是还是加二哎、欸，有点痛苦哎、欸。哦哦。哎、欸，现在敌人狙击手架枪的声音超明显的、欸，有吗？有有，我刚刚听到一个咔咔的声音，然后他跪下来要砸我。哎呦呦呦呦，我听到砰的声音。太近救我！你死了吗？医生啊？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完了，没有在敌人中间有点惊慌。哎、欸，你知道这个冲锋枪？冲锋哪里有冲锋？这把算吧。他这个我看一下，算冲锋枪吗？不算，这好像这是哎、欸，这是步枪，这个也是步枪。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雷，另那个，就可能要更小把更快的。等下去找一下。为什么我现在这个不算步枪？不好，这是什么武器、啊？我不懂。哎、欸，哦，跳红字，我想说你死了。我想说你怎么了？没有啊，那个他、啊、底下跳遇到精英怪，我想说红字，欸、他死了，真的两只哎，等一下，等一下，他现在那个火球范围变大了哎、欸，哦，他先解决掉一只哎、欸，他之前火球范围有这么大吗 ？No， 等一下三只哎、欸，这。见鬼啦！见鬼啦！太多了吧？你一直都还没打死，这是快了，这是快了，只是盾没了。见鬼啦！啊，两只聚在一起了，还三只。哦，等一下，等我。来喊我的枪！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不是、欸，我一救你起来，我就看到一根火球飞过来。我来了！啊！有了，有了，有了！那只残血的家伙在哪里？哎呀！
像可以标记他的。打死。七万呢、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打啊！不要不要！不是、欸、有毒池啊！那我换一下嘛，这应该可以了吧？哎，不是这个，这是步枪吗？完了，标准弹药没了啊！糟，我只能换狂杀了。哦，我看到陨石了。喂！啊啊啊啊！他死，他死，他死！剩一只。法会穿盾，你完蛋了，你。你死定了，你！你死了！说好的，你完蛋了。哦，最近在玩那个、啊、魔物啊，我在常常在那个利息，怎么可能会死？怎么可能会死？这稳了吧？哎、欸，不过说真的，我就是不信邪。不是，怎么有枪往后射的？我来了，我来了！他枪往后射啊！干的。还有一个假动作，还是他拿了古灵精怪枪，他很想打我，又很想打你。哎哎哎哎哎，没有，这次是风，这次我知道，我知道，我来了，我来了。你什么都没看到，他复活怎么那么久啊？不是越死越快吗？还是我觉得他应该搞不好有调过了。哎呦，换个属性好。你，哦，他有。它有治愈的池水。哎呦！三只强化怪真的有点哭哎、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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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我的天！我的天！真的，哎、欸，掉精绝了！镇压，二十五，梦，啊，换掉。哎，我这边有两把。啊、这应该也是步枪吧？对，哎呀，步枪啊，这是你的吧？嗯、日云加贺。哦，对啊，我刚刚丢的、啊，总算可以把它换掉了。哎、欸，就赤木火灵也是步枪哎、欸。那请问到底什么才是才是冲锋枪啊？还是手套啊？哎、啊欸，拿看，手套算吗？哎、欸，红丝哎、欸，手套的图、嗯、是吗？没有，手套有一个独立的图示，喷射武器。我看到了，对。哎、欸，不是、欸、一把冲锋枪这么难找啊！哦，冲锋枪是紫菱四星跟蜥蜴，你说那个双色的那个变色龙，变色龙哦哦，所以冲锋枪这么少，是木火灵吗？
啊，这个赤木是步枪。来来来来，你玩，我都不要都不要。火焰王我觉得是喷射，喷射类吧。哎，没错，是喷射。没有，它标上去就会有显示图案的，不是吗？可是它的图案都是都一样哎。对啊，都一样，它是就是枪而已。啊，射击，有问题，对。手术刀、炎魔跟魔王哦，没有没有，遇到再说吧。枪拆一拆，就只缺一把冲锋。你好，嗯。哦、B 哦、啊、走吧走、哦、哎呦有小狗啊喂！哎呀呀呀！哎呀！哎呦，好像有看到我的分身，好像终于有点作用了。不是、欸，这个绳索也太容易密死了吧！好像有什么光环的敌人。你说头上那个牙齿吗？还是什么？地板刚有一个光环。行啦，稳了稳了，对啊。哎，交叉火力，哦，我输了。好惊！哦，还好，不快了，没这样。还好不是那只会飞的，动骨。哦，四星，四星吧。呀，紫灵之光是了吧？紫灵之光是。啊，你有了吗？有，我有四星，哎、欸，不是哎、欸，它坏掉了、欸，你看。你可以射哦。我不用停下来、欸。好欸好欸，而且他这样是做坏啊，而且还不会扣血哦、喔，会回血哦、喔。彩虹应该也是属于喷射的，哎、欸，但是我要拿手术刀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嗯，有什么？这个。弹药，哎呀，这样灵气人机很缺哎、欸，好闪呐、啊，都各一耶，我几乎每个都各一耶。那你是缺哪你什麼？你缺哪一个？因为你先看卷轴的，因为它其实只要两个卷轴加
前面的必要，他就直接抽三，那两个就可以了。对对对，欸、他只要点就好了。这种东西，手持武器伤害为普通伤害，嗯，就没属性的。哇，应该是没属性的。这没属性的这个吗？资云，哎、欸、有哎、欸，对哎、欸，我拿资云就有了哎、欸。那、啊、你这是什么效果？腐化，我、哦、说腐蚀转化吗？嗯。哎、欸，哎、欸，等下等下，我、欸、如果有腐化那，哎哎哎，我现在才看我这个，什么？腐蚀狂热？哎、欸，对哦。哦，我哦我不行耶，没有没有，因为、欸、那我要改这个腐蚀加腐，然后再拿这个。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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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游戏突然，我原来只要三个就好了哦。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等于是你他基本上只有绑两个卷轴。嗯嗯嗯嗯。我还差一个狂热，火焰或雷电就好了，就元素狂热。狂，我现在没有，等一下端你看。没事没事。你又要什么、啊？嗯？淬火神兵的你要不要？或那个狼？狼的，等我看一下。孤狼之影。啊，哎、欸，那个我好像有。有有孤狼之影，我有。哦，你是超宅保护哦。啊，对。好。不是，我只要找到第二把武器是狙击枪，我就有第二个组合了。没事，我有那个爆裂弹药。好，我只要找一把狙击枪就好了。啊，这两把看你有没有要。嗯，走吧。好爽，无限手术刀！我想要让他烧一下，快点咬我！哎、欸，我觉得这坏了哎、欸，什么意思？我触发就是那个、啊、之前进血弹药是你没血，会啊不是会从那个弹夹里面，它会就是到子弹数弹夹数到零的时候再按住，它是消耗血量，然后让你子弹继续射嘛。对。然后我现在是继续射，但是每次触发的时候我会回1%血量，反过来。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是一直在回。哇，这坏掉了吧？哦哦哦！哦，这我看你刚什么出？他血怎么了？我吓，我也吓到。我跟你讲哦、喔，我一个就是技能啦。嗯嗯，他是说命中一个敌人的话，有机会有20%机会造成3倍伤害啊！可是也太高，也太痛了吧？太痛了吧？那个斩杀哎！对啊。天啊！不是、欸，发生什么事？这游戏怎么变那么多？对啊，它是不是坏得很彻底啊？你消耗100刀币，哎，对，这是新的东西，我看不懂是什么、欸。每消耗切换关卡消耗500，你只会消哦，就是你消耗你过关的时候会钱会不见啊，只剩下500块啊，啊，你超出。哦，超出的部分就是消耗掉的部分哦，好恐怖哦！切换关卡是，哎、欸，它是
关卡哎、欸。哦，这很恐怖哎、欸。对啊，很恐怖哎、欸，我猜咯。你要就拿走。我不要，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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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下就不用玩双子了。如果这个你猜的话。然后我刚刚还有拿到一个组。手枪哦哦哎、欸、中式造成爆了哦这应该是手枪啊！哎，不是、欸，啊，哎，你现在有触发的技能吗？触发什么？就是主灵气，灵气连接，就那个腐蚀啊，那。你要什么？你要不要玩这个？那个有那个时间管理，因为我只要拿狙击枪，我就可以凑出另外一个时间管理是哎、欸，无情打击加成年杀咯。你有、哦、有，造成暴击哎，好啊，武器我有啊，武器就手上这个就好。时间管理已激活，有啊，这就是手枪，这是手枪，对啊，你别怀疑，它这么小，它是手枪，它是手枪啊，OK fine， 居然是手枪，我的天哪、啊，哦，是是是，我有爆裂弹药，公司狙击哦，对。等下怎么玩？我们等下怎么玩？对吧、啊？走吧。走，再等等。不是、欸、他这个技能很强哎、欸。哇，可爱。千锤百炼。是不是？每三秒获得一次治疗技能。射术专精、均衡专精、爆发专精，效果提高。算了，太多了。哎、欸，对耶，忘了看一下那个。手收。啊，看一下，我看看破盾。然后狙击的倍率是不是怪怪的？怎样？我一箭16000呢？弓箭，很不合理呢。这个数字是正常的吗？爆腿！好，我接下来可以找个。冲锋枪来洗双子了。哎、欸，星辞罪吗？第一次反弹会分裂三把。哎、欸，不对啊，这不是新的吧？
洗衣店是干嘛的啊？洗衣店就是刚刚有说什么三次不用钱，还是说什么？不是、哦、刷新所有名科。对对，洗衣店就是混沌石啊，得把它全部换掉三次，这样一把武器只能三次啊。好、哦，好了。我好像无敌了，真的假的？刚刚洗到那个什么日云，刚好是洗到火属性的哦。然后共享那个卢丽令的雷哦，哦很凶呢，凶呢，直接毕业，那你就强化它就可以了。哎、欸，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用腐蚀的那样。哎、欸，干你进去了，好。这是那个啦，跑的没事啊。防腐蚀，跟他打火跟打腐蚀都有额外伤害。哎、欸、哦，他打的，喂，哎、欸，可以在下面看了。护甲装备，哎、欸，血肉之躯是不是 buff 了啊？嗯，欸、你还记得血肉之躯之前是每秒回多少？嗯，忘了、欸，谁记得啊？每秒是。你这是阿旺吗？你怎么跑得过头？哎、欸，我不知道，干怎么跳一跳就跳下来啦？怎么听完音乐会的你变这样？哎、欸，搞不好开窍了、啊，是不是？刷布神器一真一假、哦、到了，哎、欸，反倒是觉得换技能也太烂了吧！一，好失望哦。还打两下，然后一只才1500而已，超不痛哎、欸。哪个换技能？嗯？怎么换技能？你这种换什么技能？没有，就是这只的一啊。嗯。有点烂哎、欸，我到现在。他打一下才1500，然后一直打两下而已，好烂、喔，好令人失望哦、喔。哎、欸、哎、欸欸、可是拿，等一下，我知道他会对武器换的技能效果会换，可是也差太多了吧？两万四，啊，刚刚1000多是怎么回事？太奇怪了，不是？嗯，这哦，呜呜呜呜呜呜呜！妈妈，妈妈，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哦，哦，要拿，要换武器的。啊、怎么刚这么不痛，现在会痛的是怎样？嗯，你说换个武器差不多。对啊。哦、还不理解。嗯嗯，哎、欸、嗯。他说你理解的 POE 吗、哦？怎么了？
他这次的技能好像要拿来收头啦。你说收头，因为他棍子吗？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如果有把人打死的话，就会一直连打哦。哦。还没有很懂，但有时候突然，因为他刚打灯笼就是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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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哦，也是哦。嗯。韩庚盛宴。哎，对。本化虚为实。那你今天玩的那个好玩吗？很像吸血鬼哦，我呵呵还蛮好玩的，但我今天笑得超白痴，我今天笑在那边玩的时候就玩完就直接睡着。哦，我想说一直看你挂在那个，好像是好玩到一直在玩吗？就打发时间还不错啦。然后他其实一直有在更新，然后我下午玩的时候就睡着那一秒，我手抖一下，然后敲到键盘，然后艾露被我吓一大跳。就是突然度孤，因为我觉得比起那个 Vampire Survivor，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的画风。嗯，比较好看一点。对啊，我觉得可以玩，因为打发时间还蛮方便的。我最近因为白天都在楼下嘛。然后就剩手机，不能拿电脑，就在玩那个《异特的》，也是类似的。哦，最近手游出很多那种的。对，然后我就玩了已经满七天八天了。就是，而且最近看广告越看越久，那是有时候不是什么看个广告回体力吗？哦，对啊，不是15秒，顶多30秒，现在看了55秒，你还在看15秒广告，哎。太久了，真的太久了。我之前也是这样子跟巧克力说，那个哎，你都哎，繁星都没玩手游，说没有啊，啊有啦，有一个游戏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什么游戏，说啊这游戏不用玩了啦。我说 我也不知道，可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玩的，因为就是说看广告游戏没什么好玩的啦。啊，可是我觉得打发时间的话，就都还是可以加减玩，没什么不好。对啊，啊被抓了！所以那时候他们才会觉得说奇怪，繁星都不玩手游的，怎么换一个游戏可以让你玩那么久？对啊，就光遇啊。对。谁偷摸我？哎呦，我等下会输哎，会死，怎么又多？我会输哎。我多。我又，让你烧，让你烧！你快去烧桃，你快去烧桃，你快去烧桃！我要烧桃，烧桃。算了，我被烧走了。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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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哦，不对哦，要被烧头了。等一下，这个太多自爆鬼了，不对了。哎，不是哎，我丢出去啊！我死定了，我来了，被壁咚了。我刚卡到一个角落。然后我就看着一堆自爆鬼朝着我慢慢走过来，不是也太过分了吧？而且我刚明就对着一堆自爆鬼丢那个技能啊，可是他技能没有丢出去，不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我没有丢出去？好奇怪哦！感谢。我们的清场能力有点弱。嗯。没有，我觉得是我的技能怪怪的，他有说没有发动，很诡异。我看一下，哦，我换这个好了，等下来洗个双子，哎，不用洗嘞，啊、哦，好爽啊！哦，这是你的，我想说不能拆。强化，强化啊！嗯，啊，这边有金箱，我很快死掉，不是，我根本就是已经死了。
我们哈林死三次。哎、欸，我就是真，哇，废了。没事，我已经拿到毕业武器了，这样就好了。噔，怎么啦？投币攻击，投币吧，没错。可是你说快结束了吗？对，而且如果我拿弓的话就没差了。啊，确实，这很像我。我觉得感觉，感觉猴子玩那个 Q 会比较强，玩主技能好像反而没有那么强。说好的缩头呢？没有缩头啊！哎、欸，等一下，狙击枪，暴击。哎、欸，在干嘛？没有，我在看啊。算了，好像有点烂。我要看他的词缀。对啊，我知道用冲锋枪前会用喷的，所以我现在拿弓啊。起火伤。哎呦，八十。这可以给你耶，哎，什么？无中生有，我都养我，没笑哦。你该不会有什么火焰之环、电磁之环或元素奥能吧？没有，很不幸。哎，现在起货商可以刷新耶，哎，他有个一耶。对耶，帅、哦！啊，你这个好像那个，哎，他说不能共存。哦，你有强化的了，是不是、嗯？哎呦，好像总算有一点起色了，我的技能。你坏了吗？对，我刚刚 DC 也爆了。我也是。你刚有看到吗？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去。有吗？不知道，就是一个黑影，一下子而已。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新的场景的东西。用冲锋枪用技能。大量精英怪，注意。在那边呢。有。欸、他是不是也跟你一样啊？是那个会 CD 的，他是可以按住的那种。你在你我来了，哎，看他躲在这里。我没闪到了。
他是疯子哎、欸！哦！哎、欸、啊！我复活，我复活，我复活！好，来换我。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你放尊重一点。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欸，他是不是把那个拔掉了？月死。对啊，我觉得他复活变，他变不会，好像没有加快哎、欸。为什么他满血？十一个，十一个，十一个。哦，另外一只哦。我想为什么这只满血？那我们这样就可以一直让一个队友死掉，我们就会一直有人无敌了。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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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过了就换。啊，我要换这个，这也是手枪吧？豪宅吧？暴击伤害50%。哎、欸，这个你拿，因为我有那个。拿那个？这个穿甲子弹，因为我拿弓有直接100%穿甲了。哦，哇塞！我觉得他改这样蛮有挑战的。哎、欸，哎、欸，那个哎、欸，腐蚀的之云，没有啊，我。我是要活的才会痛啊！哦哦对，哎、欸，你重铸是不是不用钱？对，帮你吗？那对对对，你要重哪个啊？这个这个这个，要重到什么的？那个暴击，共用暴击倍率。哎、欸，我是。哦，哎，动了，这个哦，是啊，啊，感谢，给你个时刻，谢老师，时刻到一个完全没有屁用的，哎、欸，音箱。哦。交出一个秘卷，获得359，拜拜。那好像不用。哎、欸，不行，我还是交一下好了。我。你要哪个不要？我看一下。秘。我想说。哎、欸，幸运秘籍，坚若磐石吧。哦，不行，我坚若磐石不能丢哎，它是我的主技能之一耶，哇，居然被看到了。哎、欸、啊，元素星星，元素你因为你用你有了嘛，对不对？元素星星啊，元素汇流啦。啊，那你卖掉啊？对啊，我卖你这个好，我想要这样，等下才有钱，我才有钱那个最后一次强化。对啊，这只的一会吃武器啊。它好像根据不同武器的类型有不同的 buff， 可是详细表很多，我不知道。哦，好喂，好喂，不是蛇，不是，对，不是蛇，蛇太麻烦。越挫越勇。好了，卖。我最后的强化。哎、欸，嗯，命中
这样我就是我丢一，我要换武器。好，在我这。好，所以啊，我被炸到了，好痛！没事，我要来补血了，好痛！欸，不能开枪哦。两色娃。没有，我想要回血。欸，屁啊。等一下啊。欸，我回倒了。我。欸，现在没有那个了吗？被拔掉了吗？对，哦，你动画很快哦，还好，哎，等一下，他的血已经一半了，这太强了吧？是要进的，我被炸到了，你小心。来了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没事没事，兄弟。哎，你火车？啊啊不！我看着我的自己的血量。啊！不对耶，我真的是搞错了呢。你知道，我后来发现我拿到一个很尴尬的状态。No. 就我不是弹起来用啊，我在开枪，它会就是会回血嘛。对。但我不小心拿到那个冲刺的时候会填满弹夹。我刚才想说我要来回血，然后我靠敌人来一闪避，然后我看我的弹夹满了，我想靠，要对错了，我搞错了。哦，怎么办？我觉得没过，我有点不爽。哎呀，正腰的话，看不起，是，哎呦，哎，凡希，你还可以再玩一局吗？可以啊，然后因为要玩完要。蛮久的，没错。好，那就再来。我想要换看看他那个，就次要技能的玩法。哎，我想要刷那个秘卷。哎，破魂。你说然后现在离开吗？哦，不用不用不用，我看到不错的，还行。他是这样破坏。哎、欸，等一下，我好像选错了。嗯，要离开吗？对对对，我看一下，我选到什么？是猛。出现飞。哦，我选到一个有点烂的，还是我们重来？可以啊。返回大厅。我选错了。他的主技人是叫什么？等一下我确认一下。哦，是镇妖。看，一个技人叫破魂，一个技人叫镇妖。
直接记得住了。哎、欸，无限火力，没有我的、欸，与火共。哦，对，会使受到伤害的5%。每次对敌人造成燃烧伤害时，会使你受到哦与火共。哦，好诶，我要开始甩鞭子了。哎、欸，这个声音真的很像，啪！开甩！双灵力，这是捆绑不嘞？我没有这样开枪哎、欸，啊没了，次数没了。我想说你那个是不用。不用了是不是？我没有、啊、那个灵佑，我拿到那个交叉火力啊，每3秒会获得一个，然后就是上限加100%，好爽！妙手空空，哦，嗯，妙手空空有东西。甩甩起来！好爽！真奇，正腰基础伤害，我改完主动技能的了。哎呦，刚刚都是丢大火球，对吧、啊？刚才25块主动技能。嗯，这个，魂飞魄散，他的那个技能名词，这是什么、啊？嗯，我刚刚地上有个圈圈，你看看，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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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不知道是，哦，我看到了，他身上有盾，啊、哦，金色的盾，破了，他没有注意看，哎，你怎么藏那么？失去生命获得秘诀，来啊，给你的，啊，碎啦，刷附神器，好爽。哦，对耶，我现在才注意到他的灵气连接有一部分是连你的技能呢，对吧、啊？我刚刚就在找，我刚以为只有那个武器。武器跟秘卷而已，还有子弹类型，原来还有这个、喔。后面啊，绑一下，啊，绑一下，好用。啊，对不起，太早了、哎，很勇哎、欸！我们心急的家伙，我刚刚就是热锅上热蚂蚁的。好慢的火，嗯。逆水，暴击，
哎、欸，哎、欸，我有逆水行舟，但我有刷布神器，好像就没差了。等一下，那你这种技能丢没有丢到是怎样？绑线，好方便的技能。哎呦哎呦，不要在这个场地了，不要！有没有高地可以站的啊？这可以站吧？嗯，让你个头啦！他不是撞我，你要不要来我这边？他右边有一个火盆。应该撞不到吧？啊，可以靠腰。没事没事没事。哎哎哎哎哎！小空间麻烦，好闪！啊啊啊啊啊！锤一下，锤一下！有的。我记得这个很痛。我每次要回收，我就要想一下是哪一个按键。他确定是右键呢？哪个啊？那个正三。我靠！啊！骗我！啊，夏希生日快乐！后面还一只。没什么好东西。长矛是在哪？你后面啊？啊，可以的啦。我这次的技能强很多呢。啊，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等一下。哎，为什么？我知道你很强。为什么？啊！痛啊！先拿前面的金句。在哭欸，怎样？怎么这么痛？啊，怎么都是这个？是数而已。二级命中哦。嗯。嗯。刚没有看到这个。哦。加血加盾。
而已。绑一下，绑一下，绑一下，人法没有。哎、欸，他绑，他绑有缓一下的效果，哎，一下而已，就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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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带走了，不。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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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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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没事的。不要啦，你走开！啊！啊！为什么躲不过？没事，不要！我来了，我靠近了！哟哟哟！我去回一下盾。等下这个武器拿，走比较慢。帮你上个火。哦哦，好好好惨。哎、欸，白痴！我刚刚有腐蚀的。对啊，这有腐蚀。不不不，我说我刚刚啦。哦。我让一直拿火烧。理性消费，嗯，哦，你刚刚那个，哦，对啊，理性消费，哇，最强东西来了，幽魂皮肤，哦，好爽，好东西，哦喂，嗯，啊、哦，上面有卡金破哎，白痴哦，是上面，你跳一下，我没看到哎。哦哦、那应该就是你刚刚就先掉下来了。我走过来，然后上面飘下来两个。啊，捆绑不累哦。有灵技。都是打王的嘞，突然不敢立起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怎么还是你啊？我刚刚心里就在想说，拜托谁都好，不要再这只了，结果还是他哦。我没有讲出来呢，不可以这样哎。你不可以这样哎，我来还他。等一下，我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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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他，我卡他，不是你卡他，你跑来我旁边，我不知道。不是，我就只能照这张地图走啊，不然我也要被打烂了。他去追你，他去追你。太危险！这个你要不要研磨？哎，有火的雷射手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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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很舒适。真的吗？等一下啊、哦！事不过三，就那个啊，会拿到那个诅咒秘诀啊。哦天哪！开启三个神秘宝箱，增加一个。哇！
哇，可是我旁边嗜血法剑。来啊，读起来啊，我看一下。我需要找那个人。免疫诅咒了。哼，好啊。这是被毒心耶，救命。绑一下嘛。不朽不朽不朽。撞到怪了，拉一下。其实蛮爽的，技能一直丢。欸，有奇货山在哪儿？哦，前面有卖个卷轴啊。哦，买了。猛镇妖啊！回复和尚，真的要找那个哎呀？怎么还是他？哎呀！等一下。咋的？没有跟白猪讲话。好，好了好了，解决完了。我看啊，好烂哦，没有什么好东西。真的感觉一波就死了，第一波就死了。而且我武器好像往哪？我好，我有刷布神器。我想说，我拿了两把都是特殊带，救命！拉一下，好像蛮方便的哦。快死了！对吧？不知不觉。哦，武器比较痛。啊！哦，好爽啊！真如律令呢？穿甲子弹啊！又长。换个好。元素扩散。试试看。你要如玉？不用。没差。好啊。哦呦。双明烈子弹飞行速度变快了。
哦，没有没有，是这把词缀。哎、欸，靠腰，怎么了？没了没了，没有。我们最近楼啊，怎么了？不是啊，我们最近楼上都有一个，就是奇怪的声音。杂音。对啊，就一个嗯的声音，不知道是干嘛。好恐怖哦！超烦。深度觉醒。非常元素逆转，造自身造成伤。哦，强化。Go。嗯哼，防线。正三浦又来了，到底有几把这个东西？哎呦，有紫雨呢！哎，黎明板机触发，这么快？嗯？怎么触发？每消耗一个弹药，射速。提升20%，还有2%，啊，好像不错。哎、哦欸，那，然后，嗯，那这给你，反正我有刷布神器。对，哎哎哎，那、我就是拿这个拿到运走啊。啊，我想我没有注意到。我想说。血肉之躯，绑啊，统统绑起来！哎、欸，不是，不朽！哎、欸，前面有那个哦，如果你有要抢话的话，哪儿？工匠门口旁边哦，刚刚没有注意到它存在。哎呦，精英土狼，不是，这子弹是不是有点过分啊？有点多，完了，这是弹幕游戏，我先上去处理一下。不要再吃三只精英了，很痛苦哎、欸。是吗？不是吧？很爽哦。没有啦，那个观众说总不是三只，谢你哦，不要闹啊。谢喽，谢喽。先不要哎、欸。不是三颗大水球。藏宝室，芝麻头哎、欸！哦，甩鞭甩起来！
哎。啊，哇！没有我。没有想，不是都不是想要的。好吧，你是二，那金卷你拿了，拿了、啊，好，来的，哦，打怪的 ，Yep， 我是码头啊。好像可以用。你那个是哪一个啊？绑人的是哪一个技能啊？绑人是次要啊。哦。就是对。主要的是那个棍子的，就是劈人的那个。我觉得拿到交叉火力这个技能就坏掉了。哎、欸，元素异常几率增加100%哎、欸，那个灵晶。对啊，看起来很厉害。弹夹增加100，换这个。哎、欸，好吧。雷电火焰哦哟，你看我看一下我的那个灵气，技能哦，哦哦还差一个哎、欸。你差哪一个？你有就是那个什么灵运宝典啊，贵气灵人跟重型法师哦，都没有。Normal， 你加这个，这个是技能的触发。我、哦、现在才注意到，零次的弹夹是一个那种螺旋背的、欸，就是啊，这是海螺是不是？好不痛啊！这巨枪一枪才600，我绑一次2000了，我还在那边。台风不知道，台风不是一直不进来，啊、每个台风都不来。对啊，现在三层也不高啊。对啊，那看那个位置也不会跑来台湾啊。不知道。哎。哦，你说。哦，今天有说会变大陆径会变，那变，我觉得等它超过50%以上，我再看吧。再信他一次啊！对，所以只有说啊，对挑战，
然后再什么留连留有留一些事情，如果我回了对对对以外的，你就赢了，是这样子啊。那种奇怪挑战，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说啊，对对对对对，啊，你是不是要驱邪护符？哦，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强化的哦。哎呦，那我给你强化的这个，因为我有刷布神器。强化的什么？逆水行舟吗？没错。那我给你。不要闹，我有了。啊啊，那你就把它拆了吧。好的。走走走。太好了。哎、欸，可是每开启三个宝箱，增加一个诅咒卷轴。我其实还没有拿到别的诅咒卷轴、欸。嗯。喂喂。哦哦，还在还在还在。嗯哼。我会，不知道啊，我没有拿到诅咒卷轴。哎，啊！Shit. 哎，你是八是要火焰碎片？哎、欸，是。哎、欸，对对对对对。哎、欸，对对对对对。好东西，好东西。你有拿到、啊？有啊有啊，这给你开启了什么？武器箱有了，我用不到了。嗯，我插了一电狂热、哦，爸，导一下喽。嗯，可以开启我的技能。哎呦，哦，所以是三种狂热是不是？没有，火焰碎片、火焰狂热跟雷电碎片，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嗯，是穿插一个电，好神奇。对啊。哎、欸，哦呦，要不要玩这个？哪个？哇，很厉害！火球双灵力。那我去直接强化它了。要毕业了吗？它是火球呢。它有个必选的，必选的什么？火球不是吗？火球伤害啊。哎、欸，对耶。不是雷电，火球是飞到别人的、啊，你先用看看吧。电球才是毕业，我想说是火球，你那只还可以用。OK。开房，开房！哦，等一下，我刚看到，我要看到三颗火球砸在地上、欸，哎，绑一下，绑一下！哎、欸，他火球砸的速度很快、欸，哎，哦，他要改了，是不是？哎、欸，等一下，逆水行舟是直接补到弹夹吗？忘记了，我好像是哎、欸，不是啊，我的针呢？你的针呢？我的针去哪了？啊！哎、欸，对呢，哎、欸，逆水行舟配支云超强哎，这样，他等于是就是他就一直在外面飞，他不会再回来了。哦，对呢，灵气哦，哦是自己要选是不是？哎、欸，没有啊，自己要选，
灵狐将，还是技能？哦，对耶，我懂了，懂了，懂了。还有技能是什么？燎原烈火。哦，是我燎原烈火也要点才能有灵气，是不是？啊，哦，对。嗯，手持武器。哦，啊，你刚背水之战可以还我吗？背水之战。嗯，就是那个没有、对对对对对。感谢，因为我有个技能是要配这个的，它是叫如意神兵，它的效果是手持武器等级加五，哇，很强欸。我还差一个，差哪一个？我等一下看一眼，是先声夺人、勃勃生机跟幕后交易。哇，我可以真的强化这个了欸。你说他的火球砸的还不错。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要打火焰伤害啊。哦。我记得这一关的武器应该加持罪是可以加速双子的吧。可以啦。会靠药。那好像。我也是马贼。黄黄的。没有，是我的。希望啦。哎呦！哎呦，好像很痛哦。哎，卖端，卖端。真是不愧是举盾，还一步一步前进呢。换掉一下。四宫格，哎，请问你是要雷电碎片吗？黄乐，啊，就完了，那我你选下去了，我拿了，可以给我啊，没事，碎片就，没事啊，是啊，是狂热哦，嗯啊。哎，他那个转化是。啊，是无属性转化是不是？对啊。哦，救命！啊，凑齐全部也太难了。我把。我有看你那只的那个头框等级框解锁的，对，是这样。它是单人模式，噩梦以上，那个只用技能，就是那个火球那招，不是陨石哦，是火球。嗯，只用火球那招击败任何一只王。单人模式只用火球，对。有蛮机车的哦，我看到那个盾兵上面一大坨火球，
等一下，精英哎、欸，哇，都是精英哎、欸。哦，对，是啊，又是三只了。啊，没关那么多。可是、啊，可是这关场地很大，没那么恐怖。轻轻松松，要来插旗了。哦、我拿到拿那个啦，嗯，我觉得林佑选那个，啊、那个是什么？等下找一下。哎、欸，哦，有。林佑拿那个有点强哎、欸，那个苦痛逆转，就是元素异常原本是 debuff 会变成 buff 的效果。标记还会洗力哦、嗯啊、对哦，啊怕人家洗屏标记冷却中燃烧还好嗯，来猜猜，猜呀、啊！哎、欸，金香，哎呦，等级加一，蛇普通变成稀有米克，要不要帮你的那个？那个双灵猎加一，我弄了，啊、加一吗？对啊，哦，好啊，指定，哦哦，啊，金箱就是神秘箱子哦，我等一下再找到一个神秘箱子，我就可以多一个诅咒卷走了，哦，嗯，好，事不过三是指这一个了。没有武器商人的工匠呢？你可以去。镇妖目标上限金属。哦。我可以帮你强化。嗯，千多、哦。我现在有7000块。加11了。哦哦哦，死去。完了，你这个火球打得到吗？没事没事，火球是其次。哦，嗯，嗯，我可以再帮你强化哟、嗯。来来来。好，加17，靠你了，靠你了！啊，是这样可以吗？可以吧？他的头在哪？右位。可以啦，你看他的血，他也没，他已经一半了、欸。他知道要先打谁了？他知道要先打谁了？他比基因怪还快呢，是可以这样的、啊。这比金怪还是我哎、欸！啊，金爵在这里。
怎么这么轻松？元素共享，你拿这个。哦，我现在有那个加五的效果。嗯，我手上的武器会是加五的等级。那触发条件是什么？就是那个灵气的，对啊，如意神兵，配合角色技能。起死回生，什么意思？怎么突然水的声音怎么那么大声？好，往前走就好，往前走就好了。旁边有瀑布是不是？哎呦，后面不要啦，不朽的灯笼。在哭啊！突然冒出一堆，哎，很爽哎、欸！绳子绑一下有7000到10000呢、欸，好爽哦、喔，好用。来，我再帮你强化。23，钱呢？我旁边有那个期货商。不是，他瀑布好吵哦。嗯，我要去关那个环境音。哎呦哎，有感。嗯。对。没有想要。绑线。对，我刚旁边是不是很多灯笼？三只。我想说，我被什么东西卡住。哇，你还知道是灯笼哎！我说，哎、没有，我不知道是有点卡，有点卡。我说，哎、欸，什么东西卡到我？我说，我怎么走不过去？哦，妖气！他怎么不见了？他怎么不见了？不是 我看他是普通的怪哎。啊！可是他不是说精英吗？说好的，说好的精英呢？啊，这是没属性的那个。好了，把它变腐蚀的也行啊。哎、欸，我去加他的纸最好。啊，工匠是在前面。前面啊。算啊，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这把其实还不错。
可惜是没属性啊。先拿个金爵吧。我是打王的那个唐宝是哪一儿楼下哦变很痛哦哎呦火球超多的欸他们就精英欸好没有尊严喔小怪吧忍者无敌，你这样就可以轻松过啊，好爽。直接车过去，我点错天赋哎、欸，早知道点那个了，射击的天赋。啊哦，对啊，你说造成火异常之类那种吗？就是，这都靠枪械的啊，可能射一射伤害越高是什么之类的。啊，没事啊，你现在已经是把他们烧歪了、啊。哎、欸，这边，有。哦。啊！前面有商店。哦，有了有了，我可以射出狐狸了。哎呦！你说，就画面变成狐狸，看好。哦，有！对，我就是要点这一招啦。哦。哪一个点到我们？火球，然后变成那个，哦、好酷哦！是发动了什么吗？没有，那是蓄意蓄吧，还是什么之类的？不是。应该叫灵狐降临吧？哦，它可以再生一次，还可以，是在更大只吗？还是怎样？我就在等啊。已经拐来喽！啊我被勾过去，没事没事，哎、欸、没了，嗯嗯，好像真的是蓄满了。天龙盘，嗯，哦对，我都会忘记商店是重置两次，获得一个诅咒秘诀呢。欸谢咯哎、欸，等一下，嗯，我看一下，你快，你拿一个，我再给你这个。拿什么？拿一个诅咒卷轴给我。我用完了、啊。哎、欸，所以啊，你是用别的是不是？对啊。哇，好吧，那没事。看一下。哎，绑一下，绑一下！
是我们第一场是我们两个都拿错东西，是不是？对。我们第二场终于选到了梅塔了。哎、欸。绑起来、欸！有没有一只？我知道，我看小地图，想说红点在我哪个位置？我根本就没在开枪哎、欸！我看一下。不是什么啊？哎、欸，有哎、欸，有哎、欸嗯！等一下，等一下，有什么？有什么？我觉得这一把比较不妙哎、欸。你猜这一把？你看，不信嘿啊！哇哈！你用吧，你用啊，你用啊！然后待会你打打看。我觉得，那我就强化他了，我不管了。哎、欸，可是，哎、欸。因为我们开前面才讲说，应该普通弹的不会有球类的词缀，怎么会？第一手，哦，灵狐降临三，可是哦，我看看。哦，哎呦，地上有痕迹耶、欸欸！我没有看到痕迹，但我这次有听到声音了。刚刚没有声音。哦，哎呦，看一下，有啊，哎呦哎，我觉得有点浮夸哎。等一下，我觉得你要不要换这个？这个比较浮夸哎。真的吗？那你借我玩。好，我丢。反正我没有在开枪，我没有在开枪的，就是我不开枪也可以。你试试看看。欸、有哎、欸，它比较方便，对不对？嗯。可是这把加26，我帮你拿着。好扯。好夸张哦！我等一下帮你加回来。不用了，没事，因为你这把已经，你知道你这把双刃剑拿在我手上，它是加多少吗？加多少？三一。它现在是加，对，它现在加三十一。好扯哦，怎么会出这种纸啊？那双刃剑打海盗虫比较好用啊。啊，没，那我就拿着双刃剑。哎呦！哎、欸，哎、欸，你有没有听到一个怪兽的声音？没有哎、欸，小小声的。没有哎、欸，哎、欸，可是我这边有哎、欸。哦，我最近之前刚刚玩那个抓鬼。他们都听得到，我听不到声音耶！真的假的？对啊，所以我实况上也没听到啊。好恐怖！我猜王是蛇。你说听这个声音吗？对，我猜猜看。有关联的话，这游戏是不是厉害了？怪瞬间就不见了。哎，我还没看到血量，白痴哦！太方便了吧？而且又有刷不神器，那个什么挖沟的，那个哎，那你背水一战还是什么？哦，对对对对对。
欸，那我这个再给你，应该，看一下，这我应该用不到。对 对, 對，这个啊，我等一下给，我等一下给你们。还是会痛呢、欸，爽死！没有要瞄不到他、啊，我要走出来。哎呦，惊觉、欸！强化。这个。那个。滑板玩家。那要强化这一个吧，还是不用？啊？哦，我帮你强化，哎，按坏掉了。我前面有箱子，对啊，怪呢？哎，怪呢？啊，怪！所以刚刚这只是触发三只 boss 而已，没了。哦啊！这他跟小怪一样，就这样下去了呢。哪边？究竟是船还是蛇呢？那就是不相干的。对，还以为他有做这么细节的。对啊，可是我对一个300块的游戏要求好像有点太多了。毕竟才300，这个还好。你说亦正亦邪啊，一代诅咒之物。哎呦，好像不错哦。给你。感谢，然后自由没钱。我帮，我看我有钱，我有钱，我等下帮你抢。我看一下，刚拿到的是，这给你，我用不到。应该是靠你那一把打了。中灵猎闪着的、看一下。其实我用双灵猎反而没有我技能痛哎、欸。他不见了，那个才出现就不见了、欸。你看我也不见了。没事没事，马上就起来。跌倒了。我来，他马上就不见了呢。无敌了，我来了，我捡到了。天哪、啊，有没有忘啊？你要再打吧。打，刚好不打。哎呦，我拿到了，不是这个，我本来就有了，这是技能，那我现在不用怎么特别看，武器，火球加倍。火球，没有、啊，可是已经有双灵力，而且灵境不好中啊。是啊，二级后路那一门加共享费，没事，因为那把，它叫什么？你现在拿的那个，它不是没属性的吗？
哦，我现在共享属性啦。啊，那就我是共、欸，对，我要共一个火的哈。对啊，我想说火的共腐蚀。白痴啊、喔，这没有共啊。我这样是共享暴击啊。那你先换回来，我们等一下找到火的再洗。哎、欸，等一下我好像可以帮你拿。我帮你拿了一把火属性的哈，反正我们、我们不用。没有在开箱啊，多爽！就一直丢技能就好了。啊，冻死的那个，哎、欸，他复活了！干嘛？原本不会吗？他原本这关他是冻死的呢。武器和技能现在冷却型。哦、超前不要。嗯，哎、欸，可以选两个。对啊。哦。可是它只会显示一个，哎，它那种已保存。哎、欸，为什么？哦，替换一个啦，因为你现在是三个满了。哦。哭啊。那好像，我看一下。哦，没在死了，没事。哦，现在可以换呢，还不错啊。对啊，我用技能比较痛。不是、欸，这个技能其实有点作坏、欸，为什么刚刚这么痛？两万、四万。来来来，帮你，你要火嘛，对不对？金箱，哎呦，急加一，注意哦，金箱在哪里啊？哦，好，哎、欸，在那边啊，好。在这边。嗨，燕子。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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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起来！哦，哎，剑气会拿这个吗？还是之前也都是看到就死？啊？没有啦。欸、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聊过说什么？哎、欸，怪都有猴子，那角色会不会有猴子？哦，哎、欸，对，有。啊，他是不是还没有出过熊？对，该来个熊了吧？明年。对，2023年春天。哎、欸，对，预计 DLC。哎、欸，可是我刚换算下来，他 DLC 其实蛮合理的、欸，就是那个价钱。就是他，你看他原本游戏本体才300块，然后六只角色，嗯，然后他 DLC 多两只角色要100块，对，而且现在特价，对吧？超便宜的，要不要玩啊？CP值很高哎、欸，对啊，而且一场一个小时左右，对啊，不是，那我们这么难才会玩这么久，不是啊，新手没什么天赋啊，哦，对啊，对啊。战之魂，你要腐蚀碎片吗？可啊，我有嘞、欸，靠腰、喔。没事，那就我拿，那就卖掉。不用不用不用卖，我刚好有那个，哎，腐蚀的东西。哎、欸，我们是走回来吗？
对啊，往上。哦哦哦哦哦，爬山啊！我以为。都关了。没有，刚刚是藏宝室。我看到一堆球了。痛欸你知道从旁边看你窗在挂机的没有就看到我就只有滑鼠在动而已对就是人然后走来走去然后根本就没在开枪你说他正窗在挂机哎呦哎呦太近了太近了哎呦！嗯，这什么东西？他血量是……哎哎哎，会死！等一下，我来了，我来了。是他的血条，我他的血条是石头哎、欸。他是，我记得他是那个，现在上面的血条是，本体的血条哦。红色是，哦不，刚刚那个是刚刚的血条是底下坐骑的血条哦。坐骑要先打死，好像四八四还有怪，有哥，哦，到了，对，啊，猛击伤是不是没得选？捡一下金货。上面有散落一些了。来，我来了。哦。白车，这个技能怎么都像兔子的技能啊？什么？箭射出去。哦，对啊。它的架构，然后变陨石。哦，刚好好像触发了什么，两条的，啊是了，哦，我看狐狸了，有旁边有伤人，快速行踪。好像有什么声音？对，嘣！但等他一下。哎、欸，我记得你是不是有那个智源啊？哪个？我看一下，智库啊！哇，这个是啊，绑定就不一样。那哎呦，那个，我拿到什么？一瞬间忘记了，完了。雷鸣猎手哪里啊？我没看到了。嗯？刚刚说你遭遇了雷鸣，哎，不见了。四八是三只精英怪，对。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三只哎，四只哎、欸，嗯，啊、哦、不止哎、欸，哦对，好越来越多哎、欸，好不止，啊我被撞死了，我死在哪里了？哎、欸，我复活，我复活，我复
等等，哎、欸，我被推走了。对啊，我刚刚是这样啊。我救得到，我救得到，跑跑跑跑跑！我不行，我被……哇！我复活，可以吗？啊哈哈，不行啊！你要不要先打死？啊，我去！有！啊！我往旁边一点好了。不行！哇、啊哦，这个精英怪真的太多了啊！对，有难度了，怪的塞很高哎、欸，好扯！难怪他那个精英的挑战要可开可不开哦。对，他可能就是怕那种，就是这个长这个，就是那个变精英怪的那个太多啊。好，先这样吧。宣传，我还有下次再挑战。对，嗯、啊，好，感谢。别，好啦，今天实况到这啦，待会应该就是去睡觉了，应该啦。好啦，哎、欸、有啦，这个其实改的蛮好玩的。啊，新游戏又变了。等一下。辛苦了，还好了。啊，只是今天晚上只要是有开台有要干嘛的话，其实我下午睡不太早，怕睡过头。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